原标题和屈原有关的那些神话故事、历史故事。屈原，一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名字，因为它与我们的端午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，屈原投江后还衍生出许多关于他的神话故事，变相解答了许多习俗的由来，比如粽子为什么是这样的形态，为什么划船要用龙舟。这些问题别说小朋友，就连大人们都不见得能够说出来。今天的看历史就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屈原的那些故事。收听 FM88.2 成都故事广播，看历史听更多历史故事，长更多历史知识，互动欢迎大家将各种野史趣事链接发送至后台，故事君会随时恭候。特别棒的故事会给大家上墙的机会哦，快来参与吧。更多野史趣事就关注这个号哦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